个牛逼的反手，首先你们的握拍一定要对，首先拇指一定要顶在鞋棱这个位置，顶在鞋棱，然后髋面是空着的，然后这里留个空间，这个空间留着主要就是每当你一发力的时候，手指一抓紧，它可以往里进，这样你就可以更好的往前推送你的拍子。再来就是你们的这个食指，这个食指呢，你们只需要对着窄面就行了，对上去，然后微微的扣起来，所以这个反手它的这个握拍就形成了这样的感觉。广义让广大的球友受益。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，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。教会你反手高远球。下拍。引拍。小臂外旋。手腕、手指瞬间抓紧。广义让广大的球友受益。